请坐吧。从目前的局势看来，日本人的野心很明显了。他们的陆军包围了我们的陆军，在海上他们也尽力寻找战机。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啊。目前有一件紧急的事要和诸位商量，我们的机远、广乙护送运兵的商船高升号明天从大沽口起航，他们的安危要请诸位斟酌。弟兄们，目前只用两支兵舰护送运兵的商船，这极为不妥。为了安全之计，我北洋水师全队应该立刻生火起锚前去接应。弟兄们，世昌未免把局势看得过于严重了吧？目前中日并没有宣战，如果把北洋水师全部开到海上，反而会引起日本的借口说我们挑战。刘总兵说得对，运兵的高升号是我们大英帝国的商船，挂有英国国旗，日本政府未必敢采取什么行动。军内先生，北登先生的见解是很有意义的。如果日本敢于不顾国际公法，我们美国政府会主持公道。刘总兵，一切迹象表明倭寇蓄谋已久，战争是在所难免，如果不做防备恐怕要贻误国事。兵士们，邓大人所见极为重要，北洋水师全队出海这不是小事情，李中堂未必答应。兵士们，标价认为不然，我们不能眼看机远和光乙遭受损失啊。尤其是机远是铁甲快船，如有不测，李中堂会怪罪你我。诸位，目前时间紧迫，马上挥船生火，听候起锚号令。是。来人呢？在。立刻发急电，请李中堂识下。是。准备齐全，全舱官兵十到二百四十九名，无一缺席。完毕。为首们不要离开部位，等候起锚的号令。是。各就各位，等候起锚的号令。邓大人，丁俊门旗号命令全舰队熄火。什么？命令熄火。熄火。这是为什么？打信号问一问为什么。是。起号令，问问为什么。是。邓大人，丁军们的旗号按军令行事。
京军们不能熄火呀。你想，明天吉远广乙护送运兵的商船在航道上，一旦遭遇到日本兵团的袭击，他们孤军作战，那真是不堪设想。再说，对我们说来，这叫失误战机，请丁军们应再三斟酌。丁军们，树邓世昌鲁莽，世昌回来。京军闻见来电喜，日本政府和中国并未宣战，请各国正为中日关系事进行调停。日本兵舰必不敢挑衅，舰队不必前去接应，如有违反，按军法从事。李鸿章，丁军们，李宗棠他是把吉远和广乙给断送了。丁军们，是啥？世昌，中堂的决断是对的。消灭北洋舰队的第一步，一定要打沉他。是。段长，为什么不开炮？张大人，王以高升请示大人排什么队形迎战。快告诉他们，自己选择航路，往回跑。是。快快快，开快车！是。左板舵，往回跑。什么？往回跑！命令：浪速号进攻广乙，邱荆州进攻高升号，我们追击纪远，一定要打沉。是。纪远追来了。准备好了，请您下令开炮。王武昌，快快把旗子给我挂上，快点挂上。方大人，方大人，快快把白旗给我挂上。方大人，方大人，王武昌，挂白旗了。司令长官，
是不是停止射击啊？不，用快炮射击，打沉他。是。他妈的，方伯谦把我们出卖。要砍头的，快跑射击！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开炮！打！啊！放！司令长官，前主炮被炸毁了。哼，放！团座撤退。过程，追上去打沉他。也逃跑了？什么？跑了？方大人，这是看不见。弟兄们请求方大人下令转舵打沉基野。哼！方大人，王无上，你安分一点。方大人，脑后的反骨跟你爹一样。够不上了。弟兄们，邱靖州在打咱们的高升号。他妈的，方伯谦那小子见死不救。信号，要他们投降。是，弟兄们，我们不投降，把这信号给打掉。发射军雷，方大人，2000两赏银丝毫不少，请您过目。嗯，不用了，去把炮手王国成给我叫进来。是。王国成，方大人叫你。干什么事？好事。坐下吧，王国成。坐呀、啊，小人不敢。啊！我方伯谦素来是爱兵如子啊，到我这儿来不分大小，来坐下谈吧。国成啊，你有家在威海吗？我是个孤儿。哦。我听说你在岛子上还有一个没过门的漂亮媳妇儿。你有什么话就请吩咐吧。
好，那我就跟你直说了吧，国成啊，这次对日本冰川开炮闯下大祸了，是鬼子先开的炮啊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向上边报呢，可是上边的意思，目前中日还没有宣战，这一对打起来就不便请西洋各国从中调停讲和了，这些我都替你掩盖过去了，要按大清的军律私自开炮就得砍头啊。方大人，国成啊，我是想成全你，一旦上面要来追查，与你很不利啊。这是20两银子，你拿去把婚事办了，买副渔网，安居乐业吧，不用吃粮当兵了。再说你爹干太平军的事情，一旦上边要来追查，那可是罪上加罪啊。明白了。国成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王国成打鬼子打的不是人啊！怎么回事？这碗粮吃的真对不起祖先。国成，出什么事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不干了？你不干了？不是我不干，是姓方的不让我干，我怎么干呢？啊！哎，国成，那怎么回事？弟兄们，要不是郭成做主领头开炮，我们大家早喂鱼了。是啊，我们就跟方大人说说，把他留下吧。啊！对，方大人，弟兄们，说一说，弟兄们。不要白费劲儿了，当官心眼是铁打的，再说咱们当兵也得有点志气呀。不是，是对，白说，当官的心都是一样。郭成说的也对呀。只好这样了。郭成，到我家去，跟我爹和妹妹说说，就一起打一过吧。跟爹说过了吗？说过了。他怎么说？爹说呀，吃粮当兵的还是打鬼子是本分呢。爹说的对，要是鬼子打进来了，不会有好日子过。不是我不愿意打鬼子，是人家当官的不让，我拿什么打？说邓大人是个好样的吗？有一回碰上日本兵船，那个司令官不敢开炮，还给他敬礼了呢。你投靠他去吧。我不是没想过，人家是不会要我的。为什么呢？俺北洋水师的张臣，要是收留像我这样被除名的水手，是要受军法处置的。国成啊，你见了邓大人就这样说，
邓大人，我王国成打鬼子离心一意的，就是为了这个，他把我给开除了。无耻！哦，在基野追赶基远的时候，他还亲自挂过白旗。白旗？是白旗。后来他还躲进了官仓，白旗是我扯下来的。民族的败类。邓大人，我说的句句都是实情，您可以问一问纪远的水手。邓大人，您就收下我吧。张臣，你要是收留像我这样被除名的水手，是要受军法处置的。还有，我爹当过太平军的事儿，可这是危害百姓。让我来投靠您的百姓，邓大人，您就收下我吧。他们都说，要是让鬼子打进来，不光是占了我们地盘，百姓还得当牛当马，永辈子不能翻身呢。邓大人，去换上志愿套衣。是。邓大人，谢邓大人。世昌，快换衣服。永生，这个庆功宴我是不想去。怎么？方伯谦把北洋水师的人简直都给丢尽了。啊，来坐下谈。还是志愿上的号一合适。是啊，这才像神炮手的样子了。哎，你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吧？我叫小顺子啊，以后专门给你搬炮弹。好啊，这是咱们的水手头啊，这是咱们的舵手，这是咱们的信号兵。弟兄们都关照了，不客气。这是咱们的大炮啊，国成大哥，你跟着邓大人没错，鬼子都怕他。世昌，为这种民族的败类，不值得动气。邓大人、林大人，提督衙门来人催请二位大人前去赴宴。嗯，回禀丁军们，不能前去奉陪。是，世昌，回来。回禀丁军们，马上就到。是。永生啊，方伯谦这明明是冒功嘛。不，去还是应该去。好，去。各位，这次海上一战，伯谦首次告捷，值得大家效仿了。来，举起杯来。伯谦，干！邓大人、林大人到！丁局长，朱大人来迟一步，请原谅。世昌、永生，我们为伯谦庆功，一起备战。
这第二杯酒应该为那些打伤基爷的水兵干杯。干干。丁军们，今日为方大人庆功，按兵船的规矩得连干三杯呀。不敢当，大人。这第三杯酒应该献给高升号上那些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、壮烈殉国的陆军弟兄们。诸位大人，在这两军阵前交锋，伤亡在所难免，不足为奇。我看还是请方大人谈一谈这次开仗得胜的韬略，以便我们大家领教。对，方大人，来来来，方大人，我跟你说，不，这次海上一战能获小胜，乃托当今皇上和太后的鸿福、李中堂的爱戴、丁老军们的栽培，我方不宣不才。哦，那就不必说了。第二位大人，方大人不必客套。方大人，你一定要讲啊！福清，你就对大家讲一讲，也好长上我们北洋水师的志气啊！对呀、啊。好，那我遵命了。诸位。郭谦这次奉命护送高升号运载陆军，不料行至海面之上，突遇日舰三艘，竟向我船开炮寻衅。我当时就命令广乙跟我保持一字队形迎战，卫护高升。可广乙不听号令，临阵脱逃，结果触礁沉没了。不想，哎，战神不成体统，简直有失国体。不想。不成方大人，这时候高升号在哪儿呢？哎，高升号顶不住日本兵船的大炮，不幸中弹沉没了。可是船上1000多个陆军弟兄，个个是临死不降啊，真可算是精忠报国呀。伯谦呐，那就剩下你孤军作战了。是啊，眼看败局已定，情况十分紧急，我立即命令水手管用尾炮连发4弹，基爷重伤后扭舵逃跑了，使败局转为胜局。不要情绪上位置，都是诸位大人，诸位大人，为了方大人的雄才伟略，干这杯酒。干。方大人，我有一事不明，想在方大人面前请教。不敢当。既然是进攻敌船，就应该用前甲板的主炮，为什么要调转船头而用尾炮呢？邓大人，孙子兵法上说得好，兵不厌诈，随机应变啊。方大人故而调转船头，让敌人误认是我方退却，防而不备，方大人这才转用尾炮轰击敌船，这也未尝不可呀。方大人，我还有一件事想要请教。不敢当。
高升号被击沉是在吉野逃跑之前呢，还是之后？之后。既然是吉野逃跑之后，方大人，你为什么不去救高升号呢？您的职责就是护送高升号，船上这1000多陆军弟兄的生命到底是断送在谁手里？我简直都不明白你的意思。邓大人，我倒要请问你，就算是你来指挥，在这种情况下你能面面俱到吗？好，就算是不能面面俱到，那么在吉野追赶你那条船的时候，你的桅杆上为什么挂起了白旗？什么白旗？这有这样的事？这不是藤香吗？真不像样。你挂了没有？简直是胡说。哼，到底挂了没有？你们这是济公陷害啊，看我方某领功受赏，你们不服啊？说我挂了白旗有什么凭证啊？你要凭证吗？你船上的炮手王国成可以作证。王国成现在何处？在门外。王国成，来，王国成，给大人请安。王国成，您向各位大人禀报海上一战的实情，不准有半点差错。小人不敢撒谎，这一次在海上遇到敌船，方大人命令转舵逃跑。住手！好啊，他还亲自刮起了白旗向鬼子投降，你这叛逆的后代，放肆！王国成，快穿去啊。谢大人。丁军们，王国成的先父乃是昌王首领，与大清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故而朝廷将他斩首。王国成怀着杀父之仇混入我北洋水师，一贯是伤祸军心，聚众闹事，所以标下将他除名，因此他怀恨在心，陷害标下，请军门明察。胡说！王国成煽惑军心，聚众闹事，完全是因为你临阵脱逃，挂旗投降所逼。再说王国成当的是大清的兵，保卫的是大清的江山，抗击的是倭寇，可是你呢，在敌人面前却是贪生怕死，没有了骨头。你这是血口喷人！住口！一定要追查。丁军们，丁军们，不能追查呀！在水师当中，素有地方派系之争，互相请压，不可深信啊。再说李中堂准功赏银是凭您的报表，事情要闹大了，就是谎报战功的罪名啊！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伯谦用尾炮打伤了吉野，这就是胜仗。我看不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这对李东堂的面子也好看一点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我看这个事儿啊，咱们百姓还是少管为妙啊。您那书都念到哪儿去了？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这书上不都写着呢吗？如今这年月啊，书上写的也不灵了。这些人就你识文断字，
来，我们说你写嘛。对对对对，写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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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写吧写吧哎，老李头，我可有言在先呐，这万民折可千万写不得。要是皇上知道了，怪罪下来，是要抄家灭门的。哎，老李头，万一你都让人打来抢。女流之辈懂得什么？哎，邓安和林娜来了。不是往这边来的吧？是朝这边来的。是对，是谁命令队？哎，这万民折放这不合适吧？就是师英，快把它藏起来。明白，大伙先回避一下，对对对对，来不及了，迎敌吧，快。好，给大人请安。给大人请安。免。邓大人，林大人，请吧。邓大人，林大人，北洋水师打了胜仗，我们百姓在给他们庆功，请二位大人赏脸，干了这碗酒，请。我们百姓的规矩，这庆功酒得连干三碗。对对，好规矩。按照我们兵船的规矩，这第三碗酒给大家同饮，谢大人恩典。干，来，干。二位大人，百姓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什么事？我们想给皇上上一道万民折，请朝廷立刻给倭寇下战表，不知道上得上不得。上。邓大人，我们不会写，写好了也没人给转奏啊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百姓们如果信得过我邓世昌的话，我愿为代写代奏。谢大人，谢大人。如今正在宴请洋人，不得求见，请你再去回一声，我们有军机要事，请求接见。是。是时候，中堂正在力主中日和解，请求各国调停。这俊美，中堂师长，这次面见中堂，当讲的则讲，不当讲的暂且不讲。啊，好，兄弟们。
中堂传下话来，请二位大人二堂等候。带路。是。世昌，见了中堂千万不可操之过急。啊啊！唯有远见的大政治家。好，你忍让了求得和平，这是复兴贵国的良策。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北洋舰队的损失，并且能表现阁下容忍的美德，必然会得到西洋各国的同情，甚至可以感化日本。高见高见。干。好，干杯。听了，这个人对大清的内务未免过分操心了。他是谁啊？外国人的高等秘书罗皮尔先生。哦，他是洋人。这只不知道。中堂阁下。参赞先生。诸位先生，日本人太不顾国际公法了，如果他们不立即撤兵的话，敝国政府将采取决然的手段出兵干涉。参赞先生，您这种见义勇为是十分令人敬佩的，不过这不合乎中立国的严正立场。我们大英帝国政府认为应该通过国际联合调停，从道义上去影响日本才是上策，这样中日争端自然可以避免，千万不可采用压力。防备为艰。阁下，您对日本的宽宏大量，这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吧？哦，这是误会。不过据我所知，贵国政府对满洲很感兴趣，不过我绝不相信这些谣言，这简直是污蔑。二位，为了中日争端使二位动怒，哄张实在过意不去。参赞先生所提出兵干涉一事，实为上策；贵国所提联合调停，也不失为妙策之一。总而言之，中日一旦开战，各列强在华的利益鸿章实难确保啊，请诸位三思。中堂阁下，请。我认为出兵干涉和联合调停都是向日本施加压力，这是不公道的。我们美国政府已经单独向日本政府提出忠告了。日本政府表示，只要中国不先挑衅，日本政府绝不先放一枪。哪吒，大人请随意。中堂阁下，请允许我补充一点。啊，请。日本政府还让我转告阁下，这次海上一战，中国军舰打伤基野，这是不顾国际公法的挑战行为，因此日本舰队不得不打沉高升，追击广乙，以示惩罚。阁下，北洋舰队如果再轻举妄动，开出去惹是生非，我们中立国就很难讲话了。胡说八道。你太不顾及上下左右。是谁在二层喧哗？
禀中堂，使标驾在二堂等候召见。为何不在二堂等候？是才听中堂呼唤标驾前来回话。讲。启禀中堂，是才罗皮尔先生转告日本政府的旨意是对我大清的污蔑。邓世昌先生，尊敬的罗皮尔先生，难道我大清保卫自己的江山是轻举妄动？难道我北洋水师出海抗击倭寇的侵略是惹是生非？难道倭寇卑鄙的偷袭不宣而战，反而是我大清在肆意挑衅？难道我们只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，你们才好说话？简直是颠倒黑白，一派胡言！邓世昌，在，成何体统？中堂阁下，我们非常希望中日和解，可是您的属下却如此好战心切，我们只有表示遗憾了。对不起，再见。太岂有此理！安代先生，这是误会。再见，再见。中堂，这简直祸国殃民，你这是犯上。来人呐！上！传邓世昌！传邓世昌！中堂，如出言不逊，得罪了洋人。该当何罪？启禀中堂，恕标下直言，列国在表面上中立调停，其实是把大清当成猪羊一样来宰割。胡说！尔等不学无术，懂得什么洋务外交？如今只有以夷制夷，才能保持和局。来人呐！这慢。启禀中堂，世昌抗敌心切，语多冒犯，请中堂念其战功卓著，才能过人，闷声愿意顶戴花翎担保。中堂，如不在威海，来到天津何事？禀中堂，如今大敌当前，北洋水师的官兵托闷声念逞这份破敌条陈。中堂，还有威海的百姓写下的万民折，请朝廷和倭寇宣战。如煽惑百姓，这是谋反。中堂，百姓为的是保住大清的江山。放肆！圣旨下。李鸿章接旨。不定。臣接旨。北洋大臣李鸿章。臣。日本弹丸小国竟敢屡犯天朝，为整治大清国威，命汝亲赴威海检阅北洋水师，准备迎战。若顾虑不前，贻误战机，并为该大臣试问，钦此。臣领旨。世昌，圣旨要早早一刻就好了。太后手谕到。李鸿章也太后手谕。臣接旨。老佛爷说让你火速办理。
小顺子，邓大人从天津请战回来，一直不言语，是不是变心了？你才变心呢！我变什么心？那邓大人变什么心？你吃了火药了呀你！别闹，人家心里正不耐烦着呢。小顺子，邓大人要是没变心，怎么见了弟兄一直不言语，老是在家里吹箫啊？你还有完没完？我去你的吧！刘董明，您以为邓世昌真想打日本为百姓们请战吗？其实啊，弟兄们和百姓都被人出卖了，还蒙在鼓里呢。这回邓世昌上天津请战，让李中堂给臭骂了一顿，被革职了。被革职了？别说话。可是邓世昌是个聪明人啊，当时他就见风使舵，他说自己本来不愿意主战，是他手下的水兵们聚众邀架，逼他来请战的。哦，再加上丁军们用自己的顶戴花翎来担保，这才给他留下来。你看怎么样？听说中堂明天就要亲赴威海校阅北洋水师，说不定还要抓人问罪呢。哦，弟兄们，当官的良心都长到脊背上去了，说变就变了。弟兄们，走，咱们找他们来吧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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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弟兄们，你们听，
咱们对不起邓大人，谁让你相信方寡代造谣了？就是你了，走，找邓大人赔礼去。赔个礼吧，赔个礼吧，赔个礼吧。给邓大人请安，给邓大人请安。邓大人，我们对不起你。不要说，此次天津请战，我邓锡昌辜负了弟兄们的嘱托，弟兄们，明日中堂要亲赴威海检阅北洋水师，我邓锡昌纵冒杀头之罪，也要再次向中堂请战。谢谢大人。老头，老头，哎，老大爷。你送我到威海去吧，就靠早晨打点鱼没工夫啊！我多给你银子，胜过你十天打鱼的。十两银子，不少吧？爹，啊，咱们还是打鱼去吧。哎，先生，您不是这个岛子上的人吧？不是，我是天津的商人。老大爷，我有急事，你送我到威海去吧。哦，怎么还嫌少啊？好，请上船吧。哎，爹啊，还是送他一趟吧。石英，你去花江，我来掌舵。去呀、啊。您是做什么买卖的？哎，大买卖。石英，快划呀！先生不是有急事吗？哎，喂。你怎么向军舰划呀？这儿是近的。往那边划。石英，往左划。中堂的坐船到了港外，英军们的旗号马上开始校阅，立刻准备。是。这是梯子阵。向中堂致敬。
不枉费中堂十几年的苦心呐、啊。中堂的栽培。兄弟们，这礼炮为什么不响啊？这是对上不恭啊。这是哪条船呢、啊、支援管带邓世昌。王国强在。为什么不开炮啊？开炮了，邓大人。那为什么不响啊？这些都打不响。您看，是不是受了潮湿啊？不会，这是三天前刚运来的。把弹头拔下来。是，来。邓大人，全是沙子。沙子。您看。等会儿打靶，不准用电回运来的炮弹。是。中堂，阵法操演完毕。下面是什么？下面是单船打靶。中堂，到哪条船上校阅？到邓世昌的船上。是。中堂，请准开始打靶。嗯，开始吧。是。前炮准备，前炮准备好。是。那就是靶船。目标吉野。吉野不是日本的兵船吗？是啊，志远管带邓世昌素来练兵有方，他把靶船当作吉野，这是让水兵时刻记住敌人。开炮。管带邓世昌在，而练兵有方，但不虚发连中靶船，应该赏银2000两分发志愿全体官兵。是，谢中堂。丙中堂，邓世昌练兵有方，理应赏银，可是刚才的礼炮。启禀中堂，邓大人一贯是藐视上司，这是居心对上不公，以应治罪。中堂，适才礼炮不响，只因弹内无药，全是沙子。沙子？像这样的炮弹，标下船上还有200多发，
是前三天从天津军械局发来的。中堂阁下，我们美国新式炮弹的优越性是不能怀疑的。至于这沙子们，我想是有人谋求私利，从中捣鬼。洋人是不会拿国际信用来开玩笑的。张世恒，是，回去要查明严办。是，标下还有一件事想要禀报中堂。什么事啊？今晨本岛百姓捕获了一名日本密探。密探？带上来。是。带密探！带密探！带密探！啊！外交官先生，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呀？阁下，很不幸，我遭到了非法的扣押。这次到刘公岛来，完全是为了我们美国商船的一些事务，没想到受到一个无知渔民的误解。误解？这是什么？哼，这是尊重贵国的风俗习惯。小题大做。一条假辫子不足为凭，松绑。中堂，这是密探绘制的我北洋水师兵团和要塞炮位阵势图。压下去，压下去，带去。是，请慢。阁下，罗皮尔先生是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，我想他绝不会做出这样事来的，这一定是有人故意在陷害。汉伦先生，证据确凿是抵赖不了的。邓世昌先生，在中日争端期间，美国是严守中立，如果轻易的将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这样处决，必然会引起美国政府严重的抗议。汉伦先生，您作为一个普通的洋人顾问，是没有权利代表美国政府在这里狡辩的。至于您所说的严守中立，那就是公开的包庇日本密探，窃取我大清军机。大胆！是。退下。退下。中堂，日本奸细应该治罪啊。中堂阁下，我作为一个英国公民，请允许我以第三者的立场说几句话。好，请。谢谢。罗皮尔先生本来是日本国民，可是他已经加入了外国国籍，并且现在是中立国的外交官，即使有犯罪嫌疑，也应该送交美国公使处置。我认为这样做才合乎领事裁判权的规定，否则很可能引起国际纠纷了。中堂，日本奸细理应处决呀。事关中美邦交，不可妄为，立即将此人押送天津，叫美国公使严加处置。是。立即押送天津。是。中堂，如将日本密探押送天津，实乃放虎归山，对我北洋水师出海作战大为不利呀。谁让你出战的？
本岛百姓和水兵们的破敌调陈，他们请求朝廷立即和鬼子宣战。中堂，这民意不可欺，士气不可辱啊。中堂，您如能下令，我北洋水师全队出海，全歼敌人于海上，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土不遭侵犯，我黎民不受涂炭。中堂三思。好一片议论。中堂，邓世昌这一片忠心可贵啊。中堂，邓世昌哗众取宠，沽名钓誉，简直是不择手段。来人呐，夺去顶戴花翎。是个能用兵使船的好管带，如今中日争端吃紧，如果向他革职，恐难服众望，只是军心不稳呐。闷声愿意顶戴花翎担保，恳求中堂让他戴罪立功，留官后效。标下院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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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标下院宝。姑息养奸是要贻误国事的，邓世昌不识抬举，断然不能再次留用。至于中日争端，列国自有公论，汝等不必操心。如有再敢言战者，格杀勿论。开炮射击。王左华，世英，世英，爹，出了什么事了？你快来看看吧。妹妹，妹妹，乡亲们，什么事？国成，你看看。石英，石英，邓大人来了。邓大人来了。大哥好，你好。邓大人，怎么办吧？
子，为什么鬼子打进来了还不宣战？邓大人，我们要报仇！邓大人，开船追上鬼子，打沉他！邓大人，下命令吧！好了，今天几位王爷大臣都在这儿，都知道这是为了江山社稷，出于不得已而宣战。如今是皇上亲征，让他下一道宣战诏书就是了。太后明鉴。听李东堂留步，老佛爷还有话说呢。哦，诸位，这是中堂大人给我个人来的一封密电啊。要严加约束军队的备战活动，不要让战祸扩大，不然就不好和日本人讲和了。既然是假战真和，为什么还要启用邓世昌？这正是中堂大人高明的地方。此刻全国上下主战的风气很浓，中堂启用邓世昌正是为了掩人耳目啊。李大爷，这俗话说得好，无功不受禄。哎，邓大人，这是我们威海百姓的一点心意，请您还是收下吧。不，哎，把匾抬上来。邓大人，我们威海百姓愿北洋水师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邓世昌绝不辜负威海百姓的希望。十二营到安东，如遇日舰，务须避免冲突。军们，陆军已经全部登陆，舰队是不是马上回刘公岛？好，准备起锚。是。丁军们，西南方向烟雾很大，像是一支舰队。这样大的一支舰队是不是日本的？不会吧，不差，要当心。命令各舰管带马上到旗舰议事。是。两兵有，注意观察。是，注意观察。
对，这是中立国美利坚合众国的舰队。嗯，一点也不错，是美国的舰队。不对，美国在远东没有这么多军舰。邓大人，您看清楚了，那上边挂的是星条旗啊，您的望远镜有点毛病吧？司令长官，看样子中国人真的把我们当成美国舰队了。嗯，我看清楚了，挂的是美国旗，可是我还看见前面那条军舰就是基爷啊。不会吧，亏你还和他打过仗。日本军舰敢挂美国旗，这违反万国公约吧。这有什么大惊小怪，可见加快速度。是，加快速度。世昌的话很对，全舰队呈双列纵队，用旗舰和支援两支铁甲舰冲击基爷，先把他打掉，就可以击败整个日本舰队。军们，中堂来电不让我们跟日本兵舰发生冲突。哎呀，避免不了了。军们，实在避免不了也没办法，可是把我们的旗舰摆在最前面不妥当吧？军们，我应该考虑您个人的安全。不差，当前应该考虑的我认为是整个舰队的安全。诸位马上回舰准备战斗。是。挂旗号旗呈双列纵队。是，呈双列纵队。邓大人，丁军们的旗号命来呈一字横队应战。什么？没错，命来呈横队。为什么成立一字航队呢？啊，大人，信号挂错了吧？挂错了，是不是改过来？贪生怕死，来不及了，开快车对准基爷。是，对准基爷，开快车。北洋舰队摆了个奇怪的队形。哦，嗯，好，对我们有利的队形。瞄准旗舰，瞄准旗舰，开炮！邓大人，都船上的帅旗被打掉了，命令精远机远向我靠拢。是，把帅旗挂起来。机远向我靠拢。是。邓世昌代替了旗舰指挥。命令前队巡洋舰把邓世昌和他的舰队隔离开。邓大人，敌人想把我们和舰队隔离开。嗯，靖远来了没有？靖远来了没有？靖远被包围了。邓大人，我们和舰队隔开了。邓大人，靖远冲入了包围圈。挂信号机，告诉邓大人，立即向他们靠拢。是。邓大人，林大人打了信号，立即向我们靠拢。好，靖远呢？靖远逃跑了。广山，我们不能逃跑，这样对不起祖宗，对不起流血的弟兄。你好啊，你想造反？你打死我吧，弟兄们不会饶过你的。
弟兄们，他又要逃跑。跟来，姓方的，你这样做对得起谁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来人啦！放！撤吧！放！政委长官，再不撤我们就吃亏了。不，我们暂时避开邓世昌，先把靖远号打沉。命令西京官缠住邓世昌，缠住邓世昌。邓大人，金野和邱定州稳舵向东南方驶去，西京官开快车向我们出来。用最快的速度把西京官给我打沉，瞄准西京官。打了信号，要我们奋勇杀敌，宁死不屈。挂信号，告诉林大人。来不及了，开快车对准金爷。是，对准金爷开快车。命令邱靖州随从金爷，加工等杀。是。前主炮对准金爷。是，前主炮对准金爷。左旋炮对准邱金忠。左旋炮对准邱金忠。开炮。打着了，快炮射击。赶快扑灭炮塔上的火。是。
好像是没炮弹了。转舵！邓大人，一船转舵向我扑来。敌人追上来了。邓大人，全体水手前甲板列队。司令长官，开炮击沉他吧。不，抓活的。连，弟兄们，我们的炮弹已全部用尽，敌船正在向我步步逼来。禀报邓大人，敌舰基野离我们只有1500码了。弟兄们，基野是倭寇的旗舰，如果将它击沉，敌人的船队将不战自灭，我北洋水师将转败为胜。邓大人，敌船离我们只有1000码了。开足马力，撞沉基野！撞沉基野！撞沉基野！挂信号，让邓世昌投降。是。挂信号，叫他等着邓世昌。绳子打断了，我上去挂了。去吧。是。邓世昌的旗号，他不投降。开炮！放！来拼命的，再不转舵就要撞上了。开炮啊！太近了。